球员，没错，赌一把，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好，他赌成功了，我扣分。好，这个宝哥推。哎，为什么？时代车舒适时的对抗有点奇怪。就对啊，我也觉得超怪的。所以那个是欧文是不是？我以为是泡菜啊。舒适时的对抗是真的真的怪，这不是错觉。我觉得他的对抗很奇怪，可能是车型太大了。我也觉得他靠。RC 可以不要打字吗？我的天，好卡哦。我现在在 RC 那个在下面的那个有没有变成绿色的，它就会很卡。靠，这个太远了吧！哎，黄伟下来陪我啦。喝咖啡。哦。哎，看到，窃喜一口。怎么前面那么快啊？我干四个。上。我干四个。我干四个。你可以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等下我装上飞船。哎，他们有开那个吗？他们有一个开。笑死！欸、我们好屌、哦，我们四个打交流有三个不同平台。真假？嗯，我们在 Twitch 吗？你在 YouTube 吗？我跟小草在 NoNo 吗？No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现在开 YouTube 啊？啊，你说我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重新经营啊？还是你要来开这个？哦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跟两位大神的人气比呢？小弟我就在 YT 发展就好了，不会啊，人气可以互相流通的啊，对啊，都可以流动，这个私下谈嘛。下场吧，一比多多。这个我抽个，吃下场，吃下场。我现在120，不要推我好了。哎呦，我加入了温室的行列。是哦。对啊，因为电脑重灌啊，应该说换新电脑。小草的电脑14万。哇。这么厉害的吗？干啊！欧文怎么很沮丧的感觉？好伤啊！好痛！好，跟在草哥后面哦。跟一波！哎呦，停电了吗？有，这个名字可以。跟在草爷越后面就对了。我家为什么熄灯啊？我的天！打什么熄灯？我家里停电是不是？你说熄火了吗？熄灯啊，我家熄灯了，熄灯号了。9:25就睡觉了，太早了吧？我以为你没电了，怎么掉还在？停电显现就是讯号。啊，不对，那个太久了。后面来了，我来。哎呦！不要怕，后面死了。但我会输了，鸡巴，然后老两只。快点 ，stop！ 我已经停一波了，你们赶快撑着。我一稳了，我一稳了，豹哥快快快了啦！豹哥，你们要一二，你们要一二。干输了，我输了，输了。为什么啊？我停电了，我天！我就说我换掉啊，结果欧伟被我带到。打的战争好长哦。啊！怎么不换呢？我刚刚把它关在里面的时候，还好，比我短一点。你把速度带得太快，他也跑得很快，然后我就吃不到尾了。没有吧？我以为我看名次136，我想我赢了，我就直接跑了，也没停。如果最后我知道12，我就停一下。太晚知道了，报告表示，抱歉跑太快，抱歉。到底谁的键盘？他们有开三台九代啊？对啊。我这边聊天是有人说，到底谁的键盘那么吵？我只能跟他讲，我们四个人，要不然嘞？每个都，我的也很吵，我的也很吵。为什么他们起跑那么快啊？九代车起跑比较快啊。九代车啊，因为他们装神秘能量嘛，然后又加上九代车本身就快一点。So ga！ 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哦。
好，我走外，我走外，我有两罐过他啊，过了过了，死了死了。哎、欸，被推掉了，没关系，一个地方，哎、欸，一个倒，很惨。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一个倒一个倒，二三四后面我看。OK， 哦，小草鱼、二三四五应该二三四五，多一点好。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他刚好撞到，然后害他队友。哎、欸，我有点前面拉稳了，我以为是小草、啊。车很快啊！我会拉车去，我会拉车去。不要怕热了啦！我没有，我气不够啊，我气不够啊！我帮你挤他，快上！快上！他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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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死了。别卡！你走，我第四，我垫后。可以，这名字可以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换一下。没有，没事哎。没事。好，我过，我过。吓到！不行，那个欧文，你换一下人物啦，搞混了。怎么搞混了？我以为你是小草哎、欸，开痞子妹啊！我现在都开痞子妹啊！哦，只有我现在都是痞子妹啊！只有我是痞子妹啊！真的、啊，我以为小草也开痞子妹哦，看错了、欸。小草痞子妹的时期是在舒适 SR 的时候，对啊，不是 SR 哎、欸，很久了。啊，小草，你换一个睡衣好了，比较好认啊。那我换一个痞子妹，这样子怎么认？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是市长，哎、欸，给你们选，我不知道选什么。嗨，这样怎么认？哦、我知道、啊、这个我知道怎么认啊，就这样认就好啦。你没有睡衣。哎、欸，我有那个、欸，我有睡衣耶、欸，没脱、哦。我有睡衣。我用这个痞子妹装完之后清零哦。没事。有清零哦，两个直接出出去了、哦。然后我也出去了。出去清一下，在后面。别怕，撑着。挡下来之后，忘抓，什么时候抓到的？哇！哇！那我超衰，我被他害死。哎、欸，有点太远了吧。我都掉下去一圈了，你们怎么还没来？我们藏好很久了哦。同学你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我那个真的超衰，真的很快耶！我的天，都要飞掉了，超难开。时代转了，好像就比九代久一点。他刚刚那个直接卡在那里。我决定我要换回来了，这个情侣是假的、啊。我决定我要换回困宝了，痞子妹不会跑了。真的超烂。痞子妹怎么了？我现在觉得怪怪的、啊。我想痞子妹就是原罪，知道吗？太老了。换头发还是抓？我刚刚说漂的啊，有漂过啊。对啊，我要换家，换回来。好、啊。我想换九代了，十代烂车。你有改吗？你那泡菜的账号有改吗？懂、啊？你说十代吗？对啊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有改应该就上吧。你知道从阿提转来十代，觉得车头好长哎、欸。因为阿提还是比较强啊。
因为阿婷明显还是比较强。喂，怎么这样？我是不是把你撞下去了、啊？你不要，你没有把我撞下去，你把我卡下去。没关系，可以的。这怎样？来，我来了。你这个是啊？他喷射陀螺啊？我现在终于懂啦，后面那个光是螺旋完的时候增加特效用的啊。一二哦，后面有手。哎，倒一个。也没到倒啊。哇，这个气！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哇哟哟，哇哟哟，哟哟哟。哇，这个夜绝尾有这么快的吗？你知道尾流被削弱吗？欸、他死了、欸，我被我喷死了。你知道尾流被削弱吗？是假的。对啊，尾流的加速度有被削一点。我操！别怕别怕，一二三米了。台服吗？还是豹哥？都好像都有跑了，都有削。啊，韩卓是最快吗？这个三服同步吧，三服速度统一，我记得。只是手感还是会有差一点。有被削弱，有被削弱。哇，太神啦！追不到啊，我的天！对啦，我们需要一个一开始在前面帮忙卡的人，不然一出去都输。追不到啊！然后把我们起跑太难那个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起跑就让欧文来吧。对啊。我去前面拿几台下来，不用拿，就是稳稳地跑就好，后面交给我们了，兄弟，上吧，我会帮你开阔的。啊，完蛋，没起跑到，有我出去了。对啊，我走外，我也走外，我也走外。有啊，你走里面。没有，我这个人被撞进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哦，好吧，倒一个，操控两个。找一个操控，啊，这个就是好了，好，你来好了，可以，我等下就到了，我可以跟他换，小心他内，我顶你，我顶你，我走内哦，我也被顶到走内，我怕中了你，我也放，不是我被顶到走内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这速度有点快，我来，他倒了，悍战，交给我，他八确定了，我少一颗，好，第一，我追到，在后面也很近，在后面，靠腰嘞，我跟他一起死。不，他后面那个很远。我们在后面，欧文跟着我，欧文跟着我，换名字叫。好，你冲我可以跟他换，可以跟他换。他死了，好像有点危险。他死了。三四五六。我来，我快，我可以，帮你换到后面的。强二就赢了，后面我来。滴。我靠！死我！走了！哇！我刚不小心点到我的，他地掉化了 ，What the fuck？ 然后最后只能跟他硬换啊，那个只要换掉一个，我们就赢定了。对啊，我只能这样卡他而已了。还好你没有守住。我们记不记啊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根本就没有看，他们应该也不记得吧？
豹哥，你怎么样看到观众刷礼物啊？啊，右边有显示啊，外右边有显示什么？像什么非洲爆米粉 Send One MVP 类似的这种的。哦，你是说你那个网页开全萤幕就对了？对啊。豹哥，请问南台新生晚会在干嘛？害怕啊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我记得就进去看，我记得我那一年是进去看那个表演，然后是看了一个假盖跟假 PG One，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饶舌，超好笑的。饶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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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舌。从小到大总是口花花的，可是能跟李大。这不是调戏困宝，借用他的力量。有啊，我有开啊，我有开聊天室啊。对，我不小心点到网页啊。真的，我每次都会不小心把网页缩下来，超烦。不然缩到，然后又三秒再读秒，然后基本上没按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接。刚有个在我后面。我是速度。好难。好快哦！我的天，蓝不会满哦。好。哇塞，冰凹哎！没事没事，我们人比较多，他们一个掉。靠！我先用，我先。我要速度快到我走里面又走不了，我要往外拉，你知道吗？你等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应该追得到。好，追到一个。那还跑？第三，这神话也刚刚太硬要撞了吧？好嘞，干我，我准备了。我最后三次，我最后三次。完蛋了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拿个第二。被吸掉了。哇！拿一个掉，一个掉，一个掉。拿二，拿二。我要确定，我要确定。哇，停不掉，他直接绕外了。干掉。哈哈哈哈哈！时代车比较大台，比较好当路障哇。不是啊，那个时代车二段加速一跳过去，那个玩都快已经过完了，超夸张的那个跳跃。不行啊，那个车还不熟悉。太肥啦！哎，这车其实玩个两三天、三四天，我觉得可塑性蛮大的。对，需要一点时间啊。只是觉得太快了。啊，录完点要很外面，我觉得录完点要很外面不舒服。而且要很早甩啊，因为它瞬间喷到快三百。可是感觉时代车不适合团体，也不适合燃气。对啊，二段会很久。而且你二段会要取消，因为怕卡来的。那二段就很亏。没有，这台车需要三颗气啊！我跟你讲。你在透露什么吗？这个没有三颗气，二段就要一直放啊，它就会很亏。对啊。对啊，时代车应该全面三气吧？我觉得时代车应该要有十颗气，无限的，可以不存。然后他们卡来了，来自相残杀，自相残杀，啊，过了过了，我过了，第一，来。我放掉了，放掉了。对对对，对的。我在巨轮追得到，拉满哦。要赛车的优点就是很好追的，啊，看，也很缺点就是很容易断开。我还拖，我还拖。没有，我在杀。一个死，一个死，一个死。我知道，过。二三四哦。哎，他们我过哦，第六了。
一个死了。有，看到看到。二三四五。我一上来过过。二三四。嗯。二死了二死了一二。所以我刚刚超怕你卡他的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很稳很稳很稳。那这车真的是跑尾流图，谁愿追？对啊，而且九代车那个弯道速度快，可是那个尾流其实一下吃一下就起来了，可是你一直二段加速，一直二段加速，一下就上去了。对啊，你二段加速上去就超好追的，你不用拖标拖太快，你就是一直吃二段加速，它时速就可以一直维持在300。这张图比较有力啊，选那种尾流图应该比较强。公追随，不再错过。那我选这张。哎、欸，没道理啊！你怎么几把比我慢？看他们怎么试在前面。我按慢了，看我。我们还有很大的优势，我们有一个 buff， 我们有二段加速的 buff。哎，开始。哎，这个家伙有点累。我先。好好。哎呀，我先前面追一波，你们慢慢。都想飞起来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一个岛，看到了，哇，这个怎么满的？哎、欸，他们有人开福袋，有，反正他们就一个开。继续。挡掉了，这个第八确定。第二，哇哇哇！一二三，哎，没有，我被。往外卡，往外卡，不要满。不满。继续。让我吓到。我补满哦。嗯。一。继续往前跑。干！你撞的啊？还断胎，我操！干，跑得好烂哦！我的天！干哦，怎么挤在一起？啊，专注在我的漂移上面哦。啊，我失误了。哇，我刚才唯一的，我刚才被那个左边那个吓到。豹哥，你是撞到右边的脚？对啊，我撞到右边的脚啊。车身太大了！哇！呀，我的锅，这样才刺激啊！还好啦。谢谢非洲爆米粉送的100坨大便。这个操作值一坨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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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、我看一下这个速度，哇，一个320，一个301，我来，越拉越远了，我的天！
我上来，上来。好，小桶送一只下去给你。对他难到我了。这我又要把刀给你了。再送一只，再送一只。哎呦！啊，暴击！哇，这个手袋又太快了。你走，我走。你那，我去刚好。打一个。包括你过了吗？可以冲他。啊，干什么车祸呢？过了第一。到我第三，好。哎，我过，还好，换掉。哇！最后他那个UI消失，吓到我。我感觉都不要杀，哎，都不要杀最好，都不要杀，一个死了都有够难，有够难染的啦，这现在东西当路障啊，大家都跑矿山应该通常跑吧，千万别选，还好哎，我试过矿山，矿山还是可以跑零八，太肥了这个，真的吗？嗯，所有隧道都刚好。那还好，没有想象中弱。哎，我们来跑一点刺激的好不好？你又想选啥？胡搞瞎搞一波。我们来搞一波可怕的。好，这台车可以跑这张，它可以跳到最前区。我有试过，它可以最前区的跳吧，接近的时候。哇靠！哇！我们三个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二段加速，慢慢来，第一圈而已。啊！回来。真是神快耶！我的天。他瞬移啊！跌倒死，一个死。哦，少一颗。他放掉，方位太快了。其实如果后追的话，那个弯直接接单喷出下去又刚好。干我死了！哈哈哈！不能讲话。什么东西接单喷？你可以再做一次吗？不行。我开始。对啊，我们刚没听到哎、欸，那就没听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再撑一波，我们到了。别去玩，能再捞的。我开过，我撑的第一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七，我拿七。八确定，抢。这可以满吗？满了。我换了。碎了，哦，爽！死了，二三四没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七八，有了，拿二就好，拿二了。啊，真是爽快，那个剑气打他身上。好，一了。打酱油，开始哦，打起来。我也在打酱油。我只是冲，我现在只剩冲了的那个作用了，小草。哇，真的很难跑，前面那个怎样？那个二蛋一下去，我就知道我要把他冲飞了。你看他直接冲到我前面，他直接跳到那个前段。作霸是残影。我那个是二段，然后逼着他侧边冲的，只是那个残影先打他身上。没办法，为了赢哦。不择手段了。表现几比几啊？是不是还落后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忘了，
我已经忘了。我决定要顶你，上吧，欧文。哦，这家伙，害我直接少一个。哎呦 ，sorry， 让我开过去。哎、欸，一个死人逆向，一个逆向仔，所以我先哦。好，我浪掉。欧罗来了。好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哇，这蛮好追的，这一张。然后就我还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一次，我外，我被吸掉了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往后吧。我都补了。我们补三了。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我砍了。然后就我外。我外，我外。你死啦！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我应该可以冲掉啊！等一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喷我，喷我！啊！被他拖太久了。这车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对抗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后面找角度，因为我最后在一直找角度，一直找不到角度。不过他挡的还真是稳，完全都冲不死。嗯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啊，我觉得我用顶的会比较快，我直接把你顶过去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刚好几个角度，只要去碰你一下，你就过他了。但我怕把你撞飞。是还好啦，要顶就直接顶。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个车感觉是要顶欸，但因为我们有一些弯道没有二段的时候，速度就慢下来，又被拉开了。他弯道很明显欸，很明显欸，非常明显啊。那一拖出去就速度就不行了。你会觉得有一种车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无力感，被弱化。我们走。感觉用品好了啊，大家不要放了。太可以了。哦呦，我怕飞，我怕飞。哎，倒一个，撞轮胎超痛，小草。好，我吸得到哈维的。棒。我帮你们补这一颗，你们先撑一波，我们后面很快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这游戏真好玩。我在后面而已，没有到啊，没有到。他死！过了！他是不是死人惨？哇！二就赢了！三，停一个！二就赢！不要！有二！不要抖！不要抖！你不要抖！你再抖一个！没有啊！我老化了，老了！你再抖一个就输了，跟你讲。看，我觉得你们再挡一下，我就过了。我怕再挡一下，他就被过了，就被过了。
我没有看到后面已经七八了。没有，是他撞到，他撞到想奶我。笑死！哎，我二了，这被过了。炮哥刚刚也在开海盗吧？怎么样？你选、啊、可以啊。炮手到底几比几啊？按错了、啊，不是不是，这张不行、啊。按错。你看一出来，只有炮哥应该可以而已。嗯，我也不行、啊。我跑这张位置插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太胖了。来，交给我。中七八，后面我手。好，六七八。可以杀我！啊，怎么又螺旋丸？等一下，我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一个。没事，他们七八，还是七八。我靠！又有一个三个人，查到了，一个死了。哎呀，快到，快到！哎呦，我天，爆鬼了，他很吃钱。要我来吗？还是你去？我来，好，你来。我回到，你再撑一下。到我八岁地了。太衰了吧！我会拖速度，我卸到尾了，我们都很近，。哇，凉了！我还有机会，我没有看到，他撞到是不是啊？靠！我一直被敲死。我为什么逆向啦、啊？我为什么一直被敲死？干！我刚转超多圈的，怎样啊？现在真是防御不了，好容易死哦。啊、我也是没搞懂。我陀螺完，然后碰到地之后又加速，哎，超靠背。我那个第一个 U 弯，我在拖速度，我有一个人直接从外侧冲我，超扯的。不行啊，这张跑这一关真是超难跑的。是不是 U 弯掉速太多啊？对啊，我觉得你不能选到 U 弯太多，因为我在是 U 弯太烂了。U 弯太烂，太废了。好啦，最后一场结束掉他们了。什么？我们已经领先了吗？我们已经拼牌了、啊，是假的。我们八比七啊，哎、欸，七比六啊，抢八的。啊！我撞，那车，哎、欸，没事，车也太大了吧？苏月，你要加油啊，苏月，很远啊。对，你最后就是要干一只啊。好，开始送你们超痛的那种了。哦，看到了。啊，不行，我是超痛的，没有补，拿一。靠，爆尾龙控住啦，太快了！哇，他来我，他死，他失败，我可以过一个。前面太远。好，我努力追。我的天，我努力全程三百加。哦，这个尾流这样子合理吗？哎、欸，好钝哦！天哪，我画面快不行了。你的 CPU 还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努力追哈，你们快上来哈！我看到人了，不好意思断台。我操！哦，断台。
让他们看能不能撞之前。喂，太快了吧！这个图我觉得是很难跑哎，他死了，超难碰的，不好追。我知道那个阿皮在乱我，烦死了。对啊，有些地方加速其实反而更难过。哇，追不到哎。所以我才觉得有没有那种一键切换的、啊，不然就真的要用手动练。前面也太累了，手动真的太累了。本来平常就要按很多了，还嫌不够多是不是？好难控哦！我刚杀掉他之后，我过六万都吃到尾流，我直接控不住，太快了。前面没什么失误啊，哎，不管怎样都是最后一场了、哦。那是不是该来一个，该来一个好玩一点的地图？只要不要破碎都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我印象中下一关不是法甲吗？我觉得破碎拿掉了。我觉得破碎几率超高了。哦哦哦哦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换阿杰是吧？哎、欸，靠北有男主，赶时代车，跟脚踏车第一关少一点，差超多的。对啊，差超多的。不是，我觉得气太少了。对啊。哇，被奶了！不要去，一样一样，很稳很稳。哎、欸，通七八，很稳很稳，很稳很稳。两台脚踏车在前面很稳。他放弃，挡到他了，我挡到他了。哎、欸，六七八，六七八，稳了稳了稳了。干、欸、他干他！欧文，玩他玩他玩他。欧文他掉他掉了，欧文他掉了他掉了，他掉了掉了，123123。小牛叫我干嘛？你稳着，你刚刚那个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会制裁他了，你们撑着。没事，我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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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紧张。不要接受三四了，赢了！耶耶耶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还好我有万九代，起跑就赢了。不行啦，起跑那个优势差太大了。哦、你刚刚推我出去，我直接把那个。只是把那个第一名的阿迪干掉哎、欸，起跑差太多了啦。哎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还是两万强？真的。啊。